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未来学院，为了连结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少子化年老化趋势，因此创立智慧机器人学士学位学程，培养移动机器人的创造者，打造科技服务生活的实践家，更与国内先进培育基地共同合作，打造机器人精英人才。本系所的使用空间有培养学生实务实作能力的基础训练室，培养专业国内机器人选手的绩优培训基地，针对机器人产学合作进行成果发表的产学合作中心。这些空间提供学生专业的学习成长环境，让学生在全新的学习资源下成长茁壮，发挥所长。基地也提供全新的使用设备，让学生在专业的设备及师资下获得优良的学习成效。系所课程共分为六大模组，教导机器人相关知识的机器人模组，学习程式语言逻辑的资讯通讯模组，获得产业实务实习机会的共通能力模组，传授力学应用知识的机构能力模组，学习各类型系统控制的感测控制模组，最后是培养设计美学素养的设计模组。透过这些课程，学生能够获得机器人相关的产业知识，并且在自动化机器人相关的领域上都能够有杰出的发展。由系所所培育的机器人专长校友，经过系所长期的训练后，在机器人专业领域上都有亮眼的成效。感谢云科大让我成为企业成长的关键人才，智慧型精英人才训练基地，赞！快来加入云科大智慧机器人学士学位学程机器人绩优专班的行列，一起创造精彩丰富的学习旅程。